这边曾经是你们的家哈，你们家在那个卫生所那边哦，在那边打一个礼拜的地步，对不对？啊，真的难为你们哈，我们这头目我们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哈。啊，但是我相信你们睡在这边是最甜蜜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们是来这边受苦受难，我们给他们再感谢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容易的哈，替我们孩子能够像你们到大学，还继续到山上，替补，然后五点钟起来，是吧？我会以这个为荣啊！啊，就是这一所来献给你们。离开这边不要忘记，司马故事曾经是你们故乡，好吗？好，这一所。试一下，歌声不圆满。哒哒哒哒，那太高，加一个 key 了。好，谢谢。因为是第一次了哈，哪位就是第一次，我们也是跟是第一次。水道里，我白流着忧愁。